兄弟们，现在上海大学已经封校了，我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行李，看看现在我们宿舍能不能出去。不行了，兄弟们，不收拾了，拿上电脑直接跑，楼下已经要封了。为了防止他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拎箱子了，因为我的衣服都已经寄走了。背包，我就说我出去吃饭。不让出去了吗？你要回去了？我天哪！不让走了，这是。那是啥情况？你给他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录音。慢点，慢点。太可怕了，兄弟们，差点没出来，幸好出来了。哎呀妈呀，回家了。